给了非常高的评价。谢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今天模仿的是 Lisa， 不是熊海林哦。只有你是哭脸，为什么？因为我是 Lisa 粉丝。最红的应该就 Blackpink， 对，他们最近也跟 Lady Gaga 合作，他们的舞蹈难度是很高的，很高，因为其实我们四个人都非常难凑在一起，四个人有一点参差不齐，哎，没有身高啦，身高啦，比较高一点，两位是 Lakuten。对不对？这两位，两位嘛，你们两位嘛。然后温妮要出单曲，温妮有作品，跑去哪？有作品啦。对，我现在带来我的那个新的单曲，叫《问你哦》，问你哦，要问什么？前面怎么觉得他好是有一段绯闻是吧？还有一段绯闻，他后来好像就。你问他好了，叫郑先生很久了，问你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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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先生，那个男生，哎，到底是谁啊？那个男生啊，哎，对不对？你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没有通知我呢。陈正先生很热衷这些事哦，因为大家还是关心呐。后来是怎么？就是和平分手。和平分手，对，也是艺人的。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是露西派吧？对对对。相爱相处啊，它是一种缘分嘛。是是。那缘尽的时候，彼此不能给祝福，也不要给诅咒嘛。没错没错。好吧，希望那个王。这个Gone with the Wind， 随风飘去，展开新的人生，而且新的作品也来了，新的单曲《问你哦》，好可爱，温妮的《问你哦》，是的，自己填词，要不要唱两句我们听听看？哎，想要问你，问你，问你，问你哦，想问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今天晚上你打算做什么？想不想要跟我去吃火锅？想要问你，问你，问你，问你哦，问你到底到底要我等多久？我这个人有话就会直说，闷在心里真的很难过。哎，可以的，路线的啊，加油！你们这四位当中，谁的舞蹈是比较辛苦的？你刚刚指我，没有，我以为你要说小智谁编舞的，我们要说小瓜，没有，他们四个都很厉害，四个其实都蛮厉害，他们都有舞蹈底子。小瓜如果连舞蹈都不行，那他还有什么？一无是处吗？还有很多，但这一次其实温妮有帮忙教大家，所以他是其实他是舞蹈担当啊，对，哎呦这么厉害啊，舞蹈也是蛮好，加油！这一次的舞蹈真的难，那我们就直接来看看了 ，How you like that？Woo!
you like that, like that. So come, come on, Nico, sit shine like the stars. Come me so the dream, I'll kiss you goodbye. She could be who sort of girl, Johnny guy. Is it my Hana Thursday? Ha, how you like that?就说想要原汁原味的模仿，所以我们是完全的抄 MV 所有的动作跟走位，好猛哦！因为每个人动作都不一样，满意吗？对自己的表现？很喜欢，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合作很对。而且为什么彼此在一起就互相砥砺嘛？对啊，然后我看着你跳那么好，我就要更厉害，毛起来了。这个舞又是很杀的那一种，对，气势。我个人给了非常高的评价，谢谢。对对对，非常好，非常。不过但是我们的几位这个看官就不知道了，他们也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今天模仿的是 Lisa， 不是熊海林哦。不说我断，不想讲。小海林没有，你真的蛮像成龙。最后变这样 ，OK OK。好，来我们现场破，到底这段精彩的表演你喜不喜欢呢？买不买单呢？请举牌。哇！红哥，等一下，他不喜欢那票。哎，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你是哭脸，为什么？来来，那个公庙，给谁哭脸？那个大子宫的那个三太，三太公，太子宫。嗯，因为我是 Lisa 粉丝。成龙了，我要解释一下，还要打一套，还有一个小秘技很好嘞，你可以在 Blackpink 里面加入男儿张志强。今天最高分好不好？目前是你。